常识题 ，potassium nitrate 有咩作用呢？potassium nitrate 咪用嚟舒缓牙齿敏感咯，我呢支黑人抗敏感牙膏都有啦。啱啦 ，potassium nitrate 系医学用嘅抗敏成分，佢渗透到牙本质，减低神经末端嘅敏感反应。咁钱都唔识，咁大口气，博学咪啱晒你啊！清新抗敏，黑人抗敏感牙膏。